开始。95%以上的老鹰，我第一次摸。95%的老鹰啊 ，first time see a silver container about 95% about old silver。这个，哦。巨贵，这些东西才是天价，天价。这些东西才是天价，天生就为我准备的，亏了，简直就是。老东西真的不是新东西可以比的，老东西不是新东西可以比的。老鹰 ，How long will it last？ 好贵，好重，好贵。那你看老东西，这些设计根本不是新东西能比的。特别是像这种流苏，直接给老鹰，就是太帅了这一条，那根本不是现在新设计可以比的，你真是对。我想把这一对是100%的纯银，不是95%，也不是98%，也不是99.9999%，是100%。来头扁麦，直接乱了，货儿一弄。搜。我觉得是，今天我是给自己买的啊。老板说不要掉了，不要掉了，不会。Yes, I have so many big earrings, so many big ears. It's so light for me, not heavy. It's stable. Let me adjust that. Oh, I see, I see. 买了就是我的了啊，100%的纯银，我操！100%的银哈，不是什么99.99%都不是100%。哎，扁带啊，改了耳环也改了咱啊，咱就说里面，同志们还可以存点米，以后粮食不够的时候啊，存点米在里边啊。啊，像这些东西，定制中。